西螺大桥观光文化节举办野餐布置比赛，吸引61组民众携家带眷，秀出家里所有压箱宝，尽情展现本届主题绿。因为我去年就帮他们做了这套衣服了，然后他今年的主题是绿色，所以那当然就是把它发扬光大。活动还有超人气的米宝 DIY， 除了可以享受西螺米的美味，体验自己动手做的乐趣，还能漫游西螺大桥。以前在看那个西螺大桥的时候，都是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可以办法用走的，啊，像今天就可以在上面走一走看一看，还蛮不错的。我们要给特产，知影讲西螺，我们的特产在咧倒啊，吼，啊，搁再，我们要让人知影讲西螺特产好食，真好食。郑林辉表示，今年不仅能在西螺大桥上欣赏好风光，还首度将桥下化身为梦幻游乐园，旋转木马、梦幻热气球、冰雪海盗船等游乐设施，让小朋友乐翻天。新唐人亚太电视，张敏、陈一文、唐云林采访报道。